又来到这中原大学了，没错，我们简直像是中原大学的地府里，算是，算是吧。我们周末都出现在这里，真的，我上个比赛来这里打的，我还打三天呢。哦，你今天打什么杯？今天打台湾财务保险杯。啊，今天第一次出战社会组，没错。我们今天打两队很强的，听说都很强，一队是 D-Life， 一队是欧高黑啊。欧高黑啊。欧高黑。啊，今天打哪一队？我在等电梯，这个组成主要是四星少女团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好朋友。好了，那你这样好像也是第一场比赛。没错，而且我今天要打直球，其实我蛮紧张的，因为我蛮久没打直球。好了，每次来终于都打第一场比赛。哇、啊，好累啊、喔！好累啊！加入热身了吗？这样。好，出发。哎，对了，你在练球哎，你在干嘛？哈哈哈哈哈！那好像是别的问题。对，好像是我的问题，真的不敢讲。哎，这只狗怎么跟老人家养的那么像啊？他们说腊肠哦。人家说腊肠。
能接受有人在上面还在给我玩游戏，我不能接受。看超好笑。地板是什么？地风血怪啊，奥丁啊。看超好笑。差点逆转黑狗，快一点啊！三取二，你现在社会主第一站又一人游了吗？我们保持乐观啦，我们今天就是来学习，待会都是老师级的对手，就跟那个电梯一样起起伏伏吧。对对，不会起起伏伏的，很可怕。电梯有上有下了，这次先下楼，下次才上楼。你们也才七个人，要超载什么啊？吃饭就哦。为什么这是队名叫做我坐在电梯？是我在等电梯。我在电梯。来，可以讲出来我在等电梯的故事吗？可以讲，可以讲。就是我们校女还会练早六，然后迟到会被罚钱。哦，然后我们是体育馆，现在要搭电梯上去，然后好笑的事情就来了。有一天我们就被锁在外面，然后一起上去的时候，我在点名。发现有人没有来，就是我们这次一个主揪，对，我们这次的主揪，我们就在群组问说，那个主揪在哪里？主揪就说我在等电梯，可是我们明明在那里，大骗被抓掉。我晚上寓言故事，这个要什么？不要随便说谎，还没出门就不要说你在路上。就在出门，他
已经没料到我们那天那么晚才上去。因为你下一个对比就是我在玩奥丁。我们以上的对比都是我在干嘛？暂停玩奥丁。
如何社会组第一场比赛？开开眼界。被教训了。被教训，被大大的教训。那、啊、之后还会打社会组吗？有机会的话还是想打，但可能打不到奖杯。社会组就是这样惨。我想要打回去打学生组了吗？想啊，我要回去再去考一间学校。还哪一间学校缺人？告诉我。美国学校。哦、啊，没有，你没那个钱。那但是比赛什么时候？希望之后来看看出战社会组，要有一个人跟你一号一起哭哦，要有一个人跟我们阿号一起哭，哦，可以哦。好，还是很感谢学姐应该找我起来打这个比赛，社会组今天还不错，我自己打的是蛮开心的。开心最重要。先不要去管输赢，那希望可以看到你出战下一次的比赛。他现在是进攻方，然后我是防守方。反正他按进攻的时候，我就要躲开。他可以假装按，但我躲了，他没有打，那就是我点这个会有反应吗？还是不会？还是要点这边？下面有反应。你这个小贱人！小贱人！原来是这样，我。